有人可以教我怎么拍手圆吗？Hello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天中。这次我们来试着拍着一次手圆来试试看吧。这是我第一次试拍。拍得不好，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讲，大家可以讲一下哦。第一次拍，感觉蛮奇怪。好的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的手圆的拍法，我不知道手圆是不是像这样子的拍法。总之呢，我还是试拍成功。那如果有在拍手圆的朋友们，可以教我一下怎么如何录制手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到这里结束。喜欢这部影片，帮我按下个订阅跟喜欢。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